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早。今日普世欢腾，一同庆祝救主的诞生。他是先知所预言的和平君王。在这感恩祭，让我们一起歌颂、朝拜赐我们丰富恩宠的救主耶稣基督。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人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大家祈祷，天主，你奇妙地创造了高贵的人性，更奇妙地恢复了人性的尊严。今天你的圣子降生，取了我们的人性，求你也赏赐我们能分享他的天主性。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既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以赛亚亚先知书。在山上，那爬山越岭的使者的足迹多么美丽啊！他宣布和平，传报喜讯，宣扬救恩，并对西庸说：你的天主为王了。请听，你的守望者都高声欢呼，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上主返回西庸。耶路撒冷的废墟啊，你们要兴高采烈，一起欢呼，因为上主安慰了他的子民，救赎了耶路撒冷。上主在万民眼前显露了自己神圣的力量，大地四极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天主的圣言。Thank you.
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我们天主地球恩，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我们天主地球恩。你们要高唱新歌，上足心了起誓，他的右手和神柄为他赢得了胜利，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我们天主的救恩，上足宣布了他的救恩，将他的正义显示给万民，他激起了他的仁慈和对以色列的信实。是大地向主欢呼，用词赞颂，载歌载舞，弹着抒情歌颂上主，伴和着弦乐，吹起喇叭号角，在上主君王面前欢呼。攻读自希伯来人书。在古时，天主曾多次并以各种方式接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他更接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天主已立他为万有的继承者，并接着他创造了宇宙，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他以大能的话照管万有。当他清除了世人的罪恶之后，便在高天之上坐在尊威者的右边。他的地位远比众天使崇高，因为天主所赐给他的名字远比天使的名字高贵。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呢？或者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呢？当天主派遣他的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又说，天主所有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天主的圣言。
拜主，因为今天神光照临城市。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类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曾有一个名叫若翰，是由天主派遣来的，他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着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它原来已经在世界上，因为世界本是借着它而造成的，但是世人竟不认识它。它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没有接受它，但是那接受它的，即那些信它名字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天主的儿女。这些人出生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或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于是圣言成的人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光荣，就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光荣，充满恩宠和真理。这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神父要祝教友们圣诞快乐。圣诞节我们听了很多圣诞歌报佳音，其中有一首英语报佳音的圣诞歌，也许你们都很爱唱，叫做圣诞节的十二天 The 12 Days of Christmas， 会唱吗？其实这首歌我们看到它的歌词表面上讲的是在每一天的圣诞那个你的真爱会赐给你一些古古怪怪的一些礼物稀奇古怪从也听也没听过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首歌曲其实有一段的历史，在16到19世纪的英国，天主教徒呢受到迫害，所以你是天主教徒呢，你无法像我们今天这样光明正大的来到教堂庆祝圣诞节，所以就是偷偷摸摸的万一你被别人发现到你在跟你的孩子传播天主教讯息的教理的话呢，是要被处死的是非常危险非常黑暗的一个教会的历史。于是呢教徒们很聪明的把
教天主教教理呢都写在这首歌上了啊。这首歌呢你要会听，你要会分析，然后是要他们大人教给小孩子的天主教要理，让我们来一个一个来听听看啊。在第十二天的圣诞日啊，我的真爱赐给了我什么呢？ 12 drummers drumming， 十二个会击鼓会敲打的鼓手啊。十二代表是什么？在我们的天主教要理啊，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天主教徒，十二想到什么啊？我们的信，我们的中途的这个信经啊，你们会念吗？短式的信经呢啊，我信天主父啊，全能天主，有十二个教条啊，你们要把它背起来啊，那个就是十二个啊中途的信经。在圣诞节的第十一天啊，我的真爱赐给了我什么呢？ 11 piper piping， 十一个会吹笛子的这个啊，这些啊这些啊音乐家。十一代表什么？在我们的教会里头代表的呢是十一个忠实的宗徒啊。刚才有人讲十二代表宗徒，对不对啊？这十一呢其实代表十一位忠实的啊，始终没有离开天主的那个十一位忠实的啊这个宗徒。因为有其中一位犹大斯啊离开了天主背叛了，所以剩下十一个啊，你们要把他们的名字给背起来。那的十天，然后在圣诞节的第十天啊，天你的真爱给了你什么？ 12 lords a leaping， 会跳跃啊，十个会跳跃的绅士啊。十又代表什么数字呢？天主十诫啊， Ten Commandments 啊，你们有没有把它背起来？你们办告解就是要告诉神父啊，你们到底犯了哪一些错啊？第四诫是什么？你应当孝敬父母啊。那第五诫呢？勿杀人啊。好的天主教徒啊，你们要把十诫给背起来，还要教你们的下一代啊。这就是在第十六世纪和十九世纪，在这黑暗的时期，英国的天主教徒用这样子的方式教他们的孩子，把信仰传给下一代。好，我们再继续看。好，在第九天，圣诞的第九天，好，我的真爱赐给了我 9 ladies of dancing， 九个会跳舞的女生啊。那九又代表什么数字呢？九呢代表圣神的九个果实啊。我们如果有圣神与我们在一起呢，就会开花结果，结出了这九个果实。那第八个天，圣诞的第八天，我的真爱赐给了我什么？ 9 maids of milking， 会挤牛奶的啊女生，然后那些那个佣人。八在天主教道理里头又代表什么？你们想到是什么呢？征服八端，对不对啊？马窦福音第五章一开始 Beatitude， 征服八端啊，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啊，这一切的一切啊，你们要回去背，要把它背，要记下来。那在圣诞的第七天啊，我的真爱赐给了我 7 swans a swimming， 会游泳的天鹅，七只会游泳的天鹅。七又代表什么数字呢？七剑圣士啊，你们还记得啊？今天我们有四位小朋友要临洗了啊，临洗就是一件圣事了啊。我们的弥撒礼仪也是一件圣，告解圣事，婚姻啊，还有我们圣神父的啊，这些都是啊，还有妇幼
啊，这些殡葬礼仪，这些七件圣事，坚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好，第六啊，在圣诞的第六天啊，我的真爱赐给了我 six geese a laying， 会下蛋的儿。啊，六又是什么数字呢？你们说啊，创世没有？你们说在末世录六六六是属于撒旦，是不是啊？不是，六我们想到的是创世纪。天主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而第七天他才休息。所以呢，我们也要学天主，我们第七天我们来教堂朝拜天主。啊，第五天啊，在我的圣爱，在我的真爱啊，赐给了我 five golden ring， 五个金戒指。啊，五呢？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的梅瑟五书啊，你翻开圣经一开始创世纪啊，前面五本书梅瑟五书啊，你们要把它背起来，不但要背起来还要看啊，勒未记、户籍记、出谷记、创世纪，每一本书都要好好的打开来看。好，在圣诞节的第四天，我的真爱赐给了我Four calling bird， 四只会叫的鸟，啊，四呢又代表什么？我们的新约圣经啊，四部福音，哪四部福音？还记得吗？马窦、马古、路加跟若望啊，要把它背起来，然后要看，不断的再看，啊，那是第四，那。第三天呢，我的真爱赐给了我 three French hen， 三只法国的公鸡，母鸡啊，母鸡。三代表什么？三位一体的天主吗？哈，猜到一半哈，其实还没有猜对。我们的信、望、爱三德啊，很重要。然后每一位教友都要持守信望爱三德啊，那是三。那第二天呢，我们的真爱啊，给了我什么？给了我两只 two turtle dove， 斑鸠啊，是一种鸟。所以二又代表什么数字呢？整部福音有新约跟旧约啊，所以是两部分非常重要。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做教友的都要熟读。那到最后一天啊，在圣诞的第一天呢，我的真爱给了我什么东西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 啊，是一种鸟，哦，一种叫做就是啊折谷的一种鸟，啊，在梨子树上的一只鸟。这只鸟呢，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啊，他为了我们死而死在十字架上，就像这只啊鸟折孤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来到这里，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受到迫害，不需要隐藏我们做天主教徒的身份，可以公开的表明我们的信仰，啊，可以把自己的信仰承传给下一代。所以呢，我们看到四位小朋友领洗，然后神父希望多点看到更多的小朋友来到教堂领洗，这代表着我们的教会啊拥有很多的未来。但是呢，啊，我们知道做代父代母、做教友、做父母亲的呢，你们有责任要把你们的信仰啊承传给这些小朋友。啊，就像这一群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在英国的天主教徒呢，他们无法公开光明正大的告诉别人他们是天主教徒，于是呢把他们的信仰、把他们的教条都隐藏在一首歌词里头。啊，我们能够
能够今天来到教堂里头庆祝圣诞节，我们不需要受到任何的迫害，不需要感到恐惧，应该要感谢天主，好好的在有生之年呢，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让其他的人，让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承受我们的这个最珍贵的宝贵，耶稣基督就诞生在人世间，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接下来进行洗礼。我们先起立，一起念信经，再来领洗哈。对不起。我信全能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不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得救，从天降下。因圣神由童真玛利亚取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却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祖籍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教友请就坐，我们现在将进行的是婴儿灵洗，我们请婴儿的父母和代父母抱着婴儿到前面来。各位教友，第五面啊！各位教友，我们要祈求全能的天主，借着水祭圣神的德能，把新的生命赐给这些儿童。册子第六页，至仁慈的圣父，你借着洗礼的水，使我们充满新生命。成为你的子女，赞美天主。你是所有有水祭圣神灵洗的人，在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内形成一个子民，赞美天主。你解救了我们，并以圣爱之神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享受你的平安，赞美天主。
你拣选了灵洗的人，使他们向万民传颂基督的福音，赞美天主。你招选了你的孩子们接受再生的洗礼，使他们分享教会的信德，以便能获得永生。求你祝福为他们复洗所用的水，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诸位家长、带父母，你们的子女将借圣洗，由水及圣神，获得一个充满天主之爱的新生命。你们要培养他们的信德，使他们操信生命日益坚强，免得罪恶的伤害。所以如果你们随从信德的领导，毅然接受这个责任，要牢记临洗时的誓言。现在请你们再度声明拒绝罪恶，信仰耶稣基督，明认教会的信德。你们的子女将要在同一的信德中领受洗礼。册子第七页，第七页。好，你们拒绝魔鬼吗？拒绝。你们拒绝魔鬼的一切行为吗？拒绝。你们拒绝魔鬼的一切引诱惑吗？拒绝。你们信全能的天主圣父创造天地吗？我们信。你们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子吗？即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受苦受难，死而复活，现今在天上享受光荣吗？我们信。你们信圣神、圣的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和永生吗？我们信。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教会的信仰。我们以承认这信仰为光荣，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你们愿意 Sylvester 灵洗接受我们刚才所承认的信仰吗？愿意。 Sylvester， 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为你受洗。你们愿意 Edmund 灵洗接受我们刚才所承认的信仰吗？愿意，愿意。Edmund， 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为你受洗。阿们。你们愿意 Nicholas 灵洗接受我们刚才所承认的信仰吗？愿意。 Nicholas， 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为你受洗。你们愿意还是灵洗接受我们刚才所承认的信仰吗？还是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为你受洗。
有礼，全能的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已从罪恶中解救了你们，并由水祭圣神重生了你们，现在他更给你们附上救恩的圣油，使你们成为他的子民，和耶稣奥体的肢体，分享他施祭先知君王的光荣职位，与获得永生。阿们。现在神父将为孩子们在他们的额头上附油。现在神父将为孩子们受白衣。孩子们，你们已获得新生，成为基督的人，愿这白衣作为基督徒荣耀的标记，也愿你们因着父母和代父母的善言善行，永远保持洁白无玷，以获得永生。阿们。现在神父将为孩子们受蜡烛，请代父和代母上前来领取蜡烛，领受蜡烛。请接受基督之光。各位家长和代父母，你们接受这基督之光，要使你们的子女在基督的光照下成为光明之子，保持信德善度一生，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能和诸位圣神共饮于天庭。阿们。婴儿灵洗礼程，让我们以掌声欢迎这四位新加入我们大家庭的这四位孩子，天主保佑。心有祷迟，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我们的天主救主显示了他的慈爱与人性，不是由于我们的义行，而是出自他的爱心。现在我们向天主恳切祈祷，请为普世教会圣职人员祈祷，求主护佑他们，炼净他们的心灵，坚定他们的步伐，给世人做强力和美好的见证。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主听我们。请为世界和平祈祷，诞生了基督是和平之王，愿世人都愿意放下仇恨和伤害他人的行为，重新学习和平相处所要求的德行，
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听我们，请为所有的病人、被囚禁的人和贫苦的人祈祷，愿救主的平安光照他们，点燃他们心底的希望，也点燃世人的爱心，使众人乐于彼此相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听我们，请为我们的堂区祈祷，求主赐给我们圣德，使我们以教友的神圣生活宣扬基督的荣耀。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听我们。我们为今天所有接受婴儿灵洗的婴儿祈祷，求主祝佑他们的父母及代父母能身教言教带领和培育他们成长。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听我们。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为各自的意向向天父祈求。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听我们。上主，我们的天主，你派遣了圣子降来人间，解救我们的疾苦，求你福听我们恳切的祈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将生命赐予，我将我的心献给你，求你接受，求你管理。
各位校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在今天的庆典中向你献上礼品，求你悦纳，使我们借着所举行的圣祭，促成我们与你之间的充分和好，并使我们对你的敬礼达到圆满的境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荣耀的星光借着圣子诞生的奥迹照亮了我们的心目，使我们在他身上认识将身可见的天主，而向慕那不可见的美善。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这至圣之日，因为无玷童贞玛利亚今天给世界带来了救主，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礼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廖主教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夫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血统基督在基督内并两和生生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一切荣耀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催眠我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今天你的圣子诞生人间，作为世界的救主，他为我们缔造了天主性的生命，求你因他的诞生也赐予我们永生的特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神父好，大家午间好，祝大家圣诞快乐。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开始售卖这个红包封，那这个红包封呢，是为了支持十八丁圣伯多禄天主堂啊、哦。这里写着呢 ，Please help us build the new St. Peter's Chapel at Kuala Sepatang, Taiping。那么这一边每一包的红包封呢，我们售卖30令吉，里面有32张红包封，那有4款的设计。每一款的设计里面呢，我们有看到的是圣家的图片，有圣母妈妈，还有圣子的图片，还有耶稣的图片。那红包封上面也写着主赐平安福，人迎喜乐恩。那红包封的后面呢也有圣言哦，比如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这些红包封我相信在过年的时候呢派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尤其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都是一项很好的福传。那昨天晚上我也发现到这个红包封有一个好处，它没有写老鼠这个字，没有写鼠年这个字哦，那也就代表呢来年还可以再继续使用。那么弥撒过后呢，我们希望教友们能够多多支持，那你们的这个现款将会用来帮助这个 St. Peter's Chapel 来重建他们的教堂。那弥撒过后都可以在大门口或者是我们的圣堂两侧向我们的这个 Warden 呢购买，那请大家多多支持。对，那在我还没有结束今天的报告以前，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本堂的的朋友们，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欢迎您。好，谢谢。好，神父 ，OK。那我们也欢迎今天有第一次来参加弥撒的朋友哈，欢迎您。那我们也请这个4位孩子的父母亲一起到前面来跟神父拍一张大合照好吗？那我们首先邀请的是欢迎 Edmund Yap， 接下来是 Nicholas Yap， 还有 Hazel Chong、 Sylvester Young的父母，还有代父母，到前面来。好，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也祝福他们。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低头接受天主的隆重降福，愿无限仁慈的天主因他圣子的诞生驱除世界的黑暗，主造今天的典礼，愿天主从你们身上驱除罪恶的黑暗，并以圣洁的光耀
光辉照耀你们的心灵。阿们。天主曾以耶稣诞生伟大救恩的喜讯由天使报告给牧童们，愿他也以无比的欢心充满你的心灵，使你也成为福音的宣报人。阿们。他又使圣言降生成人，完成天人合一，愿他赐给你们平安幸福，成为天上教会的成员。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并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弥撒礼成。感谢天主。Merry Christmas!